这个过山车翠翠已经排了一个多小时，我们前面还这么多人。不要着急，待会我们也可以玩这个项目。这不是在他们兜风吗？怎么这么害怕？到了。它要升到最上面去了，哇！这一瞬间很刺激的，哇！好热呀，我感觉自己要中暑了。瞧瞧这个腿，一看就很自信。Hello， 因为他要经常看你们视频。小粉丝，你好。轮到我们了。第一排，快快快快快！我在里面，你在外面，就这样吗？好，系好安全带。小星星，你害不害怕？不害怕。你怕不怕？我不怕。抓好扶手，准备出发！哇，我们越来越高了，看下面。我起！哇！还有一圈，拜拜。看这个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准备，准备。啊啊！抓紧了，抓紧了。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。这个能够带我兜风吗？就是带你兜风。好，从这边出去。Hello， 等了两个小时，没有白等。弟弟是不是叫小星星？对对对，你们好。小神灯，可以。哦，谢谢你。实在是熬不过去了，这条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请帮我们。拜拜。今天开业人太多了，其实很多项目我们都想体验的，过两天再过来玩。